担任我们今天的嘉宾。Hello， 大家好，我也是 Chris， 我是佑胜。Hi。 是，那我们先请我们的佑胜呢，先看一下我们的前方呢，让我们的媒体朋友们先捕捉一下画面哦。好，在今天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开心呢，邀请到我们喜爱咖啡、热爱咖啡的佑胜来到我们今天的活动现场，为我们今天呢澳洲小拿铁的新品上市呢来担任嘉宾哦。待会呢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平常怎么样来喜爱咖啡，怎么样热爱咖啡哦。好，那在今天呢，我们也请佑胜跟我们的 Chris 总经理。两位一起合影拍照一下，今天真的非常的有缘分，两位都是 Chris， 非常非常的棒哦。好，那在今天也非常的感谢现场有这么多热爱咖啡的好朋友来莅临我们今天新品上市发表会的现场。好，来我们看一下前方的镜头。好，那我们让右方的镜头也捕捉一下右方的。好，我们一起看一下右方，3 2 1。好，我们再给中间的朋友们一些时间哦。中间3 2 1，左边的还需要吗？好，左边的朋友们来左边，3 2 1。好，谢谢。那我们佑胜真的是哇，今天很高兴邀请佑胜来到我们今天的活动现场，但是我要先问一下我们的Chris 总经理，好，今天为什么会邀请佑胜来担任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呢？因为佑胜啊，他是一个非常热爱咖啡的人，而且他跟澳洲墨尔本又非常深远的关联。哦，那我们觉得他一定就是那个澳洲亲善大使的第一选择。我毋庸置疑的，对不对？我来问一下佑胜，对澳洲这个了解吗？为什么会说跟澳洲非常的有渊源呢？哦，因为我人生中第一次到国外旅行就是到澳洲，然后也是在10年前，对，10年前打工度假，对，然后呢，我第一次在那里买人生中第一台车。哦，对，我节目的冒险王旅游节目的第一集也是澳洲录的，然后我第一个国外女朋友没有，讲太多了，讲太多。对，反正呢，我跟澳洲就是有非常深的渊源，所以我非常渴望可以跟大家介绍澳洲，然后让大家都喜欢澳洲。是，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澳洲的文化。是，还有澳洲的女孩子哦，不是，好，不要再说了。好，好，那今天呢，我是我们澳洲小拿铁的新品上市发表会。那我要问一下佑胜，对澳洲小拿铁这一款咖啡了解吗？哦，澳洲小拿铁 Flat White 是，就是澳洲人几乎都是很骄傲的，它算是他们的生活饮品吧，每天可能喝两三杯也是蛮正常的，所以这个是台湾我觉得如果要认识澳洲第一个一定要认识的东西。好，如果想要认识澳洲的话，就先认识澳洲小拿铁，因为算是那个澳洲的国民饮料，每个人一天两三杯是很正常的事情。那佑胜是喜欢喝咖啡、爱喝咖啡、懂得品尝的人。懂得品尝，懂得品尝。但是我们今天要问一下佑胜，你爱喝咖啡，懂得品尝，但是你会做咖啡吗？我不要开玩笑，不然我今天干嘛来？对，所以待会我就尽力为大家做一些很棒的咖啡，然后跟大家介绍 Flat White 怎么做。哇，现场的朋友们先掌声鼓励一下。我们今天佑胜在现场呢，要来制作我们的澳洲小拿铁，来款待我们现场的贵宾朋友，对不对？好，那我们请两位呢，先直接移动到我们的咖啡吧台，好不好？直接现场来制作了。好，那我们今天佑胜呢担任我们的大将咖啡师，那我们的 Chris 总经理呢在旁边担任小把手，可以吗？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不好意思，哈哈，可以交给我。好，所以我现在要制作的是澳洲的 Flat White， 澳洲小拿铁。是。好，澳洲小拿铁其实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必须经过27秒高温高压的萃取，萃取出浓缩咖啡。这个我们的记者会结束之后呢，佑胜也会到我们路易莎的店面，有没有看到大家的正后方？我们路易莎的店面在后面。今天佑胜也要担任我们一日店长的活动，没问题，是要亲手制作10杯我们的澳洲小拿铁送给大家。好，那当然重点来喽，上面还有
有亲笔签名。OK， 好，那我们今天的澳洲小拿铁呢，因为十周年的关系，我们有半价的优惠，好不好？如果喜欢喝咖啡的朋友们，喜欢佑胜的朋友们，想要来尝尝佑胜亲手制作的澳洲小拿铁的话，待会呢可以直接到我们路易莎的店面来排队，我们担任了一日店长的活动。但是在今天的活动现场，还有另外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来宣布 ，Chris。我们是不是？我一直在误会。黄总经理，我们今天是不是买两杯澳洲小拿铁有一个很棒的优惠要跟大家分享呢？我们路易莎这次跟黄公司合作，买两杯澳洲小拿铁就有机会可以抽到墨尔本的机票哦。墨尔本来回的机票哦，只要你买我们的澳洲小拿铁两杯就有机会，就可以参加抽奖了，好不好？那我们在今天呢，真的是非常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我们澳洲亲善大使佑胜来到现场，跟大家呢一起来分享呢澳洲小拿铁的喜悦。那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大家热情的参与。那接下来呢要进行我们的媒体联访的时间，那有什么样的问题？先拍照，好，来，我们一起往前。好，那等我一下下。好，给我一分钟。来，左边。好，左边来看一下，我们看向左方的镜头。好，来中间。来中间二楼。中间喽。这边这边。我菜是什么？这个，等一下哦，等我一下。好。我不忘拿着我们路易莎的咖啡。好，在拍照的同时呢，我们稍稍的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澳洲小拿铁它的特色在哪里，对不对？对对对，来，左边。好，大家会发现呢，我们的澳洲小拿铁它的这个 size 比较小，跟一般的外面买的咖啡的那个 size 不太一样，它只有240ml 而已。那240ml 大概10口的享受，对，然后从头到尾的每一口都会充满了丰富美味的咖啡滋味。是。好，右边的朋友要吗？右边的。好，我们的澳洲小拿铁呢，它特别选用240ml 的这个 size 呢，就是让大家在品尝咖啡的同时呢，从第一口到最后一口，它的温度都是一致的，它品尝到的浓度、香味、气味都是一致的。好，还有哪里要补拍镜头的？可以。好。来，我们再给现场的朋友们最后15秒，谢谢。好，左边的朋友，来右手边，好，好，中间，右边，那我们最后5秒，4、3、2、1，好，左边最后，好，好，谢谢大家。